真的养叫你养那白人了，做的很好，很不错，下回别做了啊。咱这白菜长得怪强势啊！哎，你看今年我种这白菜刺透透的，拔上去都是吧？净给你的白的，老了我都喂鸡子了。中，看俺妈种的白菜今年长得还不赖嘞，往这年都没有长成。弄了点白菜，弄点豆腐，今儿上午来熬个豆腐汤喝喝。来，别哭，站。多带劲的。那你不早说啊，我都弄开了。那也吃不成。这些豆腐明儿再说吧。我明儿都出去了。明儿呢？明儿出去了，刚好你看，你妈。明儿等着。前一天我都没舍得给人。用不用帮忙啊？嗯，不用。现在没有啥忙可弄。我自愿的。就先这。给你切吧，切三个啥？就切个这样。嗯。倒不如让我来个委屈。那你切吧，你切吧。都啥时候了？这还怪迟了。哟，你这个冰箱都冻着嘞，这菜拿出来解了解冻。多长时间了？俩月了。你弄，我先当个小白鼠，好吧？放俩月了。这上午呢比较简单，熬个菜汤，一会儿煎个肉给你吃啊。喝菜汤都可得。那光喝菜汤喝不饱，多吃点馍。啊，给你煎好了，这点鱼煎一下。这鱼煮好一定先让我尝尝啊。好，放心吧。放的时间长了，嗯，不为别的，别多想啊。我没有多想。笑啥笑？是不是说我先尝一口，让嗯不熟，我再尝一口，嗯不熟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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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！咱俩每次到一块儿，问你还加油加油！你，马上做好了，一会儿给你分点儿啊。我猫确实喜欢吃鱼，你看俺一直加我好不行。不过你吃了。哎，这又大件儿还是怎么样？下来。猫狗是冤家。这啥？粉条太多了，你给你盛点儿，不是少嘞。不是菜汤汤的。喝了你，粉底儿稀了，有点水平。哎，轻易不让你露一回手。主要是这几天没煮饭，有点生气了。真的养叫你养那白人呢。嗯，你吃这味儿，你看这咋了？这不就是稍微丑了点吗？这叫稍微丑了点吧？啊，你对稍微的概念是不是有点不理解呀？给你喝这味儿，给。这叫稍微丑吗？嗯。这叫特别特别丑、哎、你看做的很好，很不错，下回别做了啊。对、嗯、你要不想吃了、哦、吃点冰啊，我想吃，别为了给面子吃，我很不烦、啊、你要不想吃了你也搁那，你可以没饭，对对。放中间的，好好吃一点。好，嗯。我不好吃饭。我长了老嘴又多余了。